大中华唯一,一场韩团 Monster X 七月访港开演唱会。曾于去年七月来港开骚的韩国男团 Monster X，今日宣布他们将会重临香港，于七月十日假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彗星 Star Hall，举行 Monster X The 2nd World Tour Hardcore 两千零十八。 据报，今次香港演唱会将会是大中华地区唯一一场演出，港迷真有眼福。票价及购票详情将会容后公布。李敖化烟重返山林，长年的就在这里作家李敖本月十八日上午因脑瘤辞世，享受八十三岁。好友陈文倩透露，以李敖风格不会办告别式，一切从简。左他儿子李刊证实。 父亲生前对山林情有独钟，此后遨游其中。今天一早，李敖长眠的地点也曝光了。昨家属依李敖意愿未办告别式，悄悄完成后事，但仍有数位挚友到二殡送他最后一程。至亲好友昨早八点目送李敖火化，外传随后转往位于新北市三支龙岩白沙湾安,安乐园。 此地将是李敖长眠所在地。凤凰卫视执行董事王纪言凌晨哀伤在微博吐文：二十一日的台北清晨，细雨还在轻轻拍打着门窗。我们一大早就去为大师送行，周边的告别室由古乐和诵经声传出。我们这里很安静，很温馨，很简朴。亲人们默默的献上感激和祝福。 为大师的最后一段路铺上温暖的底色，大师的人生华彩之光在八点时产生。腾。王纪言同时 P 出从高处远眺绿地照片，所在之处应该就是白沙湾安乐园。相隔二十三载，李若彤、古天乐合体再现《神雕侠侣44》，四十四岁小龙女李若彤。 曾与47岁古天乐合拍《神雕侠侣》，成为经典荧幕拍档。相隔多年，这对老搭档再次同框合影。其实早在七年前，两人在阔别十六年未曾见面后，竟在飞机上巧遇。当时古月天亲切的喊李若彤一声“姑姑”，他也随即回了古天乐一声“味儿”。李若彤回忆。 当天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整整十六年没碰面了，二十三年了，感觉奥妙，感觉好像才不多久前的事。那次在飞机上的一遇，七年后得昨晚才又再遇上，下次会是多少年？李若彤稍早曝光了两人昨晚在同框，他称赞古天乐从一个很瘦的人变成一个健硕男人。 感觉上整个人都成熟了。昨晚两人相依偎，好多年没见了，姑姑还是那个姑姑，味儿黑了好多。大家心目中的杨过和小龙女，满满的都是童年经典回忆。公开恋情，彭于晏深夜告白张钧甯是我女朋友。新一代男神彭于晏单身多时，感情状态备受瞩目。昨深夜突然传出认爱。 他大方向女神张钧甯告白，引起粉丝暴动。二十一日深夜，微博疯传彭于晏公开恋情，他向张钧甯告白，还以宣誓主权的口吻说：“她是我女朋友，也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。”突如其来的认爱在微博掀起一阵骚动，圈内人士分析该告白文的语气。 和彭于晏平时说话语气有所出入，认为是遭冒名发文。据悉，该文为某位幕后人士在腾讯上的发文，以此让彭于晏、张钧甯的陈年旧绯闻再次重炒。消息可信度极低。相隔二十三载，李若彤、古天乐合体再现《神雕侠侣44》，四十四岁小龙女李若彤。 曾与47岁古天乐合拍《神雕侠侣》，成为经典荧幕拍档。相隔多年，这对老搭档再次同框合影。其实早在七年前，两人在阔别十六年未曾见面后，竟在飞机上巧遇。当时古月天亲切地喊李若彤一声“姑姑”，他也随即回了古天乐一声“棍儿”。李若彤回忆。 当天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整整十六年没碰面了，二十三年了，感觉奥妙，感觉好像才不多久前的事。那次在飞机上的一遇，七年后得昨晚才又再遇上，下次会是多少年？李若彤稍早曝光了两人昨晚在同框，他称赞古天乐从一个很瘦的人变成一个健硕男人。 感觉上整个人都成熟了。昨晚两人相依偎，好多年没见了，姑姑还是那个姑姑，味儿黑了好多。大家心目中的杨过和小龙女，满满的都是童年经典回忆。公开恋情，彭于晏深夜告白张钧甯是我女朋友。新一代男神彭于晏单身多时，感情状态备受瞩目。昨深夜突然传出认爱。 他大方向女神张钧甯告白，引起粉丝暴动。二十一日深夜，微博疯传彭于晏公开恋情，他向张钧甯告白，还以宣誓主权的口吻说：“她是我女朋友，也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。”突如其来的认爱在微博掀起一阵骚动，圈内人士分析该告白文的语气。 和彭于晏平时说话语气有所出入，认为是遭冒名发文。据悉，该文为某位幕后人士在腾讯上的发文，以此让彭于晏、张钧甯的陈年旧绯闻再次重炒。消息可信度极低。相隔二十三载，李若彤、古天乐合体再现《神雕侠侣44》，四十四岁小龙女李若彤。 曾与47岁古天乐合拍《神雕侠侣》，成为经典荧幕拍档。相隔多年，这对老搭档再次同框合影。其实早在七年前，两人在阔别十六年未曾见面后，竟在飞机上巧遇。当时古月天亲切的喊李若彤一声“姑姑”，他也随即回了古天乐一声“味儿”。李若彤回忆。 当天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整整十六年没碰面了，二十三年了，感觉奥妙，感觉好像才不多久前的事。那次在飞机上的一遇，七年后得昨晚才又再遇上，下次会是多少年？李若彤稍早曝光了两人昨晚在同框，他称赞古天乐从一个很瘦的人变成一个健硕男人。 感觉上整个人都成熟了。昨晚两人相依偎，好多年没见了，姑姑还是那个姑姑，味儿黑了好多。大家心目中的杨过和小龙女，满满的都是童年经典回忆。公开恋情，彭于晏深夜告白张钧甯是我女朋友。新一代男神彭于晏单身多时，感情状态备受瞩目。昨深夜突然传出认爱。 他大方向女神张钧甯告白，引起粉丝暴动。二十一日深夜，微博疯传彭于晏公开恋情，他向张钧甯告白，还以宣誓主权的口吻说：“她是我女朋友，也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。”突如其来的认爱在微博掀起一阵骚动，圈内人士分析该告白文的语气。 和彭于晏平时说话语气有所出入，认为是遭冒名发文。据悉，该文为某位幕后人士在腾讯上的发文，以此让彭于晏、张钧甯的陈年旧绯闻再次重炒，消息可信度极低。